这四位明星不是中国人，但却一直被你以为是中国人，你们可曾知道？大家跟着小编的解读来看看吧。吴亦凡当今娱乐圈流行刷颜值，奉承小鲜肉。28岁的吴亦凡借着自己帅气形象，一出道就备受粉丝们欢迎，而他频频出席活动也以国人自居。可谁能想到，都被他外在所欺骗。他早在10岁时候就已移民了加拿大温哥华，2001年祖籍浙江宁波，出生于中国香港，凭借着歌手身份赢得事业成功，随后加入了加拿大籍。三吴君梅事业巅峰，嫁给老外，在国外做了一名知名女星，在那里享受万众瞩目。四洞潇，她出生于陕西西安，在10岁时候就移民了加拿大，成年后归国进入娱乐圈，开始受到万千粉丝追捧，赚足了金钱和名气。